两个小朋友吃饭啦，快来吃鱼吃鱼，走，行动。两个都行动了，洗手。今天的中饭开始啦，今天喝的粥，蒸了一个鲈鱼，还炒了个小菜，还有他们俩早上没吃完的包子。今天这个鱼有点小，只够他们俩吃的。我不吃，给你们俩吃吧。今天这个鱼太小了，挑个大的了。他们家说这个已经是最大的了。哦，好，妈妈来挑鱼啊。宝宝要不要鱼啊？要啊。这个南瓜粥煮的比较稠，黏糊，有点烫啊。晾一下。好，挑鱼挑鱼啊。第一口给我好。可以呀，第一个给你放这格子里啊，放这个格子里。对。你的勺子呢？勺子，拿着你的勺子，拿着你的勺子，这是妈妈挑鱼的筷子。好吃吧？好吃吗？给妈妈回应。好吃。好吧，腿放下去，腿放下去。对了，坐好了，妈妈挑啊，这才乖。给姐姐一口，给你一口啊，放你的勺勺上。对了，放你的这个里面，你自己挑一挑再。我的牙齿就能挑鱼。哦，行行行。有吗？看这个勺子都等在这儿了，来，好。来给我弄。好吃吧？我要吃。哎呀，两个就像小鸟一样，嘴张着在那儿等着。哎呀，来喽！看看有没有刺啊？好，妹妹的来了，勺子来。哎，对了，来大块的，放这儿。放下。妹妹，勺子准备好。好，放平了。勺子放平，放不住啊。好吃吧，一个非要帮忙，让他自己吃嘛，让他锻炼嘛，知道吧？你吃你的。他有时候会把鱼掉地上，有时候会。没有，他都没有掉到地上，这会儿人家全都吃嘴里了。有时候他会把鱼掉到碗里。掉到碗里没关系，勺子给他。到你了，到你了，你看你的都是大块的，这个已经等着了。好，来了啊，来了来了来了。不是这样拿勺的，我来教你凹字呀。拿字，你自己拿，都把舌头伸出来。你刚才都把舌头伸出来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好，到你了，来，这回拿好了啊，勺子，好。勺子放好，不然就掉了啊。嘿嘿嘿嘿。用手啊，用手方便是吧？一人一口，没骗谁，没像谁啊。是因为我大，我吃的都大的。你会挑鱼刺了呀，有的鱼刺你可以吃出来。大块就大块，妹妹她不会，所以妈妈弄的小块给她。这会儿是一人两口啊，来，小红豆，勺子呢？来，到你了，到你了，妈妈来挑。小红，你也太好笑了吧！这个勺子就等在这儿，来了啊，别急。再给我来一口，然后小红豆也是两口，好吗？好，可以。哎呦呦呦，自己都要来上手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放平，不然吃不到。现在应该到我了。记得真清楚。来吧。哎呦哎呦，看看这个多艰难呀，吃个鱼。我要吃鱼眼。这个清蒸的鱼眼睛不好吃，你把鱼眼睛旁边这个肉给你吃，这一块肉，来。鱼眼睛真好吃。用勺子嘛，小红豆。
你们俩喝粥吃别的菜，先吃一下。妈妈把这鱼直接给你们挑了得了，一条鱼吃的还剩中间一点呢。嗯，对，就是这么吃。你看你这一吐，吐在这手，这是一根刺啊，板子有，板子，片片骨头是吧？你干嘛？你也要吐啊？啊？那你也要吐鱼刺啊？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学姐姐嘞。哎，你在干嘛？飞吻啊？给我一个飞吻啊！你也给我个飞吻啊！谢谢，小红豆，你的粥。哦，谢谢。大宝贝，一人给妈妈一个飞吻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今天这个鱼挑的值了啊。嗯，好，谢谢谢谢，不要了，好了，够了，飞吻够了。嗯。妈妈就是那个蟠桃会的，就是孙悟空嘛，然后和那个玉皇大帝一起开蟠桃会的嘛。蟠桃会是人家王母娘娘开的。然后呢，他又问弼马温是天庭里最大的官，孙悟空的那些小猴子就梦其中一只孙悟空的小猴子说，应该弼马温是那个天庭里最小的官，然后孙悟空火气就上来了。孙悟空火气上来了，然后摔那酒杯，弼马温是干啥的？放马的呗。哦。